杯佢，你熟嘅知唔知啊？睇啲要出去踢波啊！係啊，出街啊呢啲活動，出街啊！啊，我記得。52-0啊！屌你真係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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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要打得够，这个是我的。你實力嘅問題。
三比零，我跟你讲。 一齊拍啦！
最深刻的就是這支球，就是今天籃球一個針輸人家摔跤在下面，是啊，踩下去，我也是打籃球的，很受傷的，你知道嗎？你說又不是，不說又不是，你預算人家開爭又有什麼都有的嘛，籃球很容易傷腳腕啊。 又就係嗰下針輸人哋攝直腳落你個底度踩中咗咧，就咁噶啦。啊，你知打籃球咧？即係最深嘅打籃球，你知唔知啊？又要入樽，又要成咁撚容易。個衝擊力好大啊！誒，呢啲好撚簡單咋，唔關我事啊。籃球就比較講撞。係啊，點解籃球即係後生仔呢啲真係斷腳嗰啲啊？嗯。邊個出嚟？ 本台我食狗扒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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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Thank you.
真係，哇！真係攞命啲客人。好，俾咗先，俾咗先。埋曬，攞曬。射咗上上面幾犀利啊！哦，得唔得啊？攞唔到喎！係啊，上到幾犀利，我未試過咁犀利真係。佢咪轉唔到身咯？唔係，吹到你啦！好位嘅，好位嘅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埋！快埋！哦，我真係嚟到嘅。
中意。47喎，係咯，差唔多。唔係佢話事咩？收工。Yeah.